大家好，你好，请杨。你看这几千斤的萝卜，都晒针线儿，几筐啊？晒六筐白萝卜干儿，你瞅瞅，晒好，青丝丝儿嘞，都用晒的铁杆呢，听见吗？你瞅，晒的呼啦啦的。不过这点儿好放，吃的时候不是，给它抓点。我先给它分上一盆啊。那上回那个吃完呢。你瞅瞅这盆里这样不咸淡，涨水一泡一大盆，你看几千斤都晒这样，它会不一缩水缩了掉毛多少了？中了，我都弄这小盆，然后吃完的时候再弄，因为它这萝卜干已经晒干了，好放，吃完再弄，吃完再弄。好几口。这一洗多好看，清净的。就剩这一锅萝卜、辣椒，可吃吧今天。辣椒给它洗洗。什么方面？加点盐呢，放点蛋，真的好，这不跟买的萝卜干一样吗？比买的还好看呢，出来，有红的，有绿的，还有白的。拌好了，搁盆里要弄个几天，叫它入味儿。因为这个萝卜腌的铁干了，晒的铁干了，叫它入味儿再吃更好吃。